小心，小心点。鱼子仙老，鱼界寻西，队长，这是子虚曾经于。生百户是为娘知道芷若的身世以后，今天特地来探望一番。你这是？这是我专门打来的熊皮，送给芷若。哦不，更加确切的说，是送给咱爹的。相公，这就对了。老爷，老爷饶命啊！老爷，月婵姑娘，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！来，起来吧。老爷，月婵不知道，老爷饶命。月婵，老爷今天很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胸口上的伤。老爷，月婵不知道。老爷，老爷，月婵不知道，月婵不知道啊，老爷。你会想吗？
果然你擅长打手枪啊！